这个 logo 吼，你那是张罗教会会友，你搁看无，要给你拍下床啊！这个 logo 就是张罗教会的 logo 啦啊！阿、啊、不是讲台湾鸟哦，世界有足济张罗教会，你呐看到这个这个用烧搁烧袂歹，一几百度，你就知道这是张罗教会啊！足济会友讲啊，这款看好这款张罗教会嘛，logo 嘛吼，我那个问你讲啊，当时开始用诶，哦哦。 你都唔知道啊？吼，来，今日讲你讲，咱只嘛看到只条路个 logo 是一五八三年哦，一五八三年对法国先开始用，因为是迄个时宗教改革的时吼，教会分裂，有的人支持马丁路德，往咱来行一条新的路线，但是我较保守的人伊讲嘛讲这新的路线怪怪咧，这新的路线唔知道对啊唔对咧。 所以有真济保守的人因唔敢，搁再加上，伫原本个天主教内底有足济利益，也有足济政治上，因为政教迄阵两社会嘛吼，所以呢，迄、那个领导者有个人是支持宗教改革，支持马丁路德，有个人支持天主教个教皇。迄阵呢，即、這个 logo 对对开始对法国，法国迄个阵呢，国王。 法国的国王是支持天主教啊，伊甲天主教免惊我听你啊，伊是支持天主教。但是迄阵法国开始有一寡即个改革的教会支持马丁路德宗教宗教改革，有一寡教会呢，因呢已经反对天主教啊。原本政治佮宗教应该分开啦。 但是迄个年代十六世纪的时候政治甲宗教是难做伙，所以法国诶国王啦吼，国王呢，伊用伊诶政治诶手段去逼迫这诶要改革诶教会，所以迄阵伫法国认同宗教改革诶教会呢，全用一个 logo，而且、啊這個、对照出来对圣经。 讲摩西村，伫旷时阵，上帝要呼召摩西，上帝用七百多个可伊看着，啊，都、就是看着有一张、细张树啊，伫遐咧烧，哦，一直烧、一直烧，拢烧袂歹呢。虽然有火咧烧，但是竟然烧袂歹，这就是代表咱的信仰的本质。上帝用七百多个鼓励摩西，你也拄着真济考验，像火咧烧。 但是你放心，烧的确实烧未歹，叫做焚而不毁啦，哦，烧但是烧未歹啦。已经教会用这个意义讲，阮这信仰是和你教阮不撇，和阮烧但是烧未歹。挪威呢，在这个苏呃这个爱尔兰哦，爱尔兰，因、这个宗教改革的团体呢，真受感动。所以当这个宗教哈、哦。 所以咱即马咧讲天主教会，著是对爱尔兰开始啊。迄阵著是一开始诶时阵宗教改革，后来呢有人去到伫瑞士、瑞士吼、哦，去接受即个观念，带转去到爱尔兰。所以伫爱尔兰开始宗教诶改革，啊，所以落尾即个变做是叫做天主教会，吼、哦，天主会著是对遐开始，啊，然后传遍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对爱尔兰开始的时阵哦，这等、個、人吼，嘛是同款受到逼迫啦。但是，受到法国的教会鼓励，感觉讲哦？真感动，恁这个意义真好。啊，你讲这个规个中老教会，要哪用这做阮的路果？啊嘞，而且你佮将伊个意义佮提升，毋是小别拍卖尔吼，是愈烧愈兴旺，愈烧愈兴啦。啊，这个路 o 来到台湾的时阵哦，有一个故事啦。咱就从迄阵上早。 代表进入教会，来到台湾建立教会的宣教书著是马街。台湾吼、哦，我、嗯、们是马街的教区吼、哦，头一个伫因尼国家以外的一个教区啦，所以足有意义的啦。所以马街伫台湾做的工作要，拢爱报登去总会，讲我即今嘛在海外、伫台湾有设立一个教区。 但是迄阵发生战争诶时阵吼，伫即个北区啊，吼，有七间教堂，马街建立诶教堂有七间教堂呢，叫个不满诶民众吼，拢甲拍歹去啊！啊，吼，所以民众足欢喜诶讲迄阿多啊教吼，外国人吼，迄宗教吼，叫咱已经甲伊毁灭去啊呢。但是马街伊深深知影福音咧，袂当阻挡。 所以马哥诚有信心，所以想讲，我本来张罗教会的 logo 就是焚而不毁嘛，吼，所以想讲安尼好，安尼我即晚要过来定期教堂。我要去定期教堂的时阵，我要去教堂相关的所在，吼，我要放即个 logo，哦，而且真有意义，因为即七间教堂是已经用非法起的教堂，我全过定期，我定期起来时，叫做焚而不毁，吼，即著是即个台湾的张罗教会。 这个 logo 由马街带来，遐毋是敢若讲凊彩看清教堂个空一爿呢？毋是是有发生代志。即阵伫基督教也阁袂当予接受很多，足济民众对基督教也阁足济误会，也阁足济复杂个因素啦。哦、喔，所以阵呢对教会正反感的時候、這个时阵呢，即个马街用伊个听心，用伊个智慧。哦、喔，所以马街伊无甲人民为顶你看伊用伊用开学校哦。喔 啊，开便宜，讲翻嘴去，哦，用足侪足侪服务啦，用服务诶行动在感化台湾诶老百姓，所以毋则今仔日足侪人台湾人才会来接受即个信仰。啊，嘛看着教会开始做有天心的工作，去孤儿院啦，社会机构啦，吼、哦、做足侪社会关怀的工作啦，吼、哦，啊个开病院啊，啊个开学校啊,啊,啊，吼。 即拢受到马改影响真大，真大啦！即个定定咧讲笑啦，讲马改有够厉害啦！全台湾的牧师加加起来吼，要数一个马改啦。你讲马改全台湾拢知，你即马现在讲一个牧师的名，够有人知？毋知嘛？但是马改一个人，全台湾人拢知影马改博士，拢知影讲马改病医，哦，拢知影讲马改的医学院。哦，你着知影讲，即个人对台湾的影响较大。这上面精神，焚而不回。 著是烧烧袂歹，世间有苦难，有真侪患难，但是呢，绝对互你烧袂歹。就这段历史对大家来交代。啊，那无代无是讲对长老教会去，因为今仔日诶圣经在提多书要甲咱讲诶，是圣经有足清楚甲咱解释，讲一个人若里教会要做长老，你咧教会要做长老，要来照顾教会，安尼你要一寡资格。 遐唔是青菜、啊，上面人拢会当做诶，啊，上资格啊，头一个叫做吼，无、哦、什么重大诶缺点，意思讲，这个人大家拢会尊重伊啦，哦，唔通讲有即个毛病，有迄个毛病，可能伫背后一直伫讲诶，唔通啊咧，都基本上这个人是一个足成熟诶人，成熟的人啊，无啥物大毛病啦。第二啦，伊讲吼，未当做做直播，你要做丢录吼，干呐当娶一个播。 敢若做一个福建人的丈夫，这个圣经足清楚诶一个原则。干咱教习，你要嚟教会，你要教大家安怎作训，你嘛家己嘛是爱心较差不多咧。哦，你若家己都抑个无法度将即个信仰实践伫咱诶生活中，啊，你要怎去教其他诶人，我甲你教，啊，著、就是要安怎安怎安怎，你边来敢教？哦，你袂当敢教嘛？咱家己都做袂要边来敢教？ 所以，咱若要做张力的人，吼、哦，个性各方面，吼、哦，咱咧必须要华人感觉讲，甲咱肯定，华人感觉讲，即有符合圣道一个基督徒圣道诶一个形象。吼、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婚姻、哦，吼，未当随便来。啊，第三点是啥呢？讲儿女，吼、哦，囡仔，吼，爱教學好势，因为大家看你安那教囝。 我、啊、你毋能讲我，我做我讲道理，结果我家己个囝拢教教袂好势，还是讲我家己个囝都无啥想要来接受即个信仰，我个囝都无多认同即个信仰，吼、哦，若安尼咱都毋通做张咯，吼、哦。所以即个是圣经经验加一个标准啦，吼、哦。啊，最后是讲吼，无人来甲你斗啦，无人甲人有纠纷啦，人来甲你告啦，讲你即个人甲骗钱，甲安怎安怎吼，无人有有啥物无好诶经验吼。哦 伫会场头前吼，想要来请大家来主持公道，无即落代志，若安尼则会当做张罗。所以伫圣经内底看真清楚呢，要做张罗顺事嘅条件嘛吼，第一个条件著是讲基本上无重大嘅即个做人重大嘅毛病，也是歹习惯，无吼迄个食薰、食酒开查某迄拢袂使啊，无即落大毛病。第二呢，婚姻袂当乌白来。 第三，囡仔教育好势，拢主事人伫教会内面好好啊，张台人脉真理，吼、哦、啊，最后第四，无甲人有纠纷，无什么不良嘅记录，无甲人有即啰小过啦，啥物有诶无诶，无遮个代志，那安尼就会当伫教会做长老。不过你讲，嗯啊，咁有，阮教会长老敢若无安尼哦？诶、欸，毋是敢若长老教会有长老哦，各位啊，一般嘅教育嘛，若拢足侪教育拢有长老哦。 但有人讲啊，阮张了，敢若都无符合即个条件，无法度啦。因为吼、哦，足侪教会是讲爱选张了变做一个制度。啊，你有即个制度一定爱选啊，资格无够，资格无够，啊，无要紧啦，啊，无无人啊嘛，啊，凊彩选一个，即著是咱过去吼、哦、教会无真注意即个圣经内底所讲的物件，咱著讲啊，凊彩啦，无要紧啦，吼啊将、啊、就将就啦吼，即、哦、其实是无好啦。 哦，不过既然圣经有讲，我想爱对大家解说，让大家了解照圣经的标准就是安尼。啊，休困这里等下了咱继续来讲。<music> 欢迎登来老三嘅节目，今日圣经甲大家分享讲，圣经内底作清楚有写到做张了，哦，會一个的注 圣经内底咧要来有设立长老，你知无？吼？其实吼，足大一个问题是，圣经内底讲的长老毋是一个制度，无人规定讲啊，一摆会议要选几个长老，要安怎安怎？这是罗马慢慢才发展出来，毋是圣经原本的教导。哦，那是罗马咱人家的所所后来发展出来一个叫做制度，若是按照圣经来讲，毋是制度。 教圣经来讲是一种需要。当时教会因为信主的人真侪啦，初代嘅教会一开始嘅时阵吼，福音传较真紧嘛，迄彼得开一个布道会，第一日传道里领三千个人入教会，落尾伫教堂圣地嘅门口用地板、医好一个摆开，佫五千个人来庆祝啊，所以教会阵吼真兴隆啦，啊，当阵拢有人来庆祝。 教会伫咧增加，啊，做增加诶时阵吼、哦，你爱有人照顾，你袂当无人照顾，啊，无有人信任诶信用的问题诶时阵，什么人要甲解答？伊、哦、有困难，啥物人要甲关心？袂当讲信任诶就刷咧，迄后壁爱有售后服务干唔是安尼，后壁还佫有 service 咧，迄信用后壁还佫足些工课要做呢，爱甲伊教多，吼、哦，爱陪伴伊。 爱处理生活上所着诶足种困难、阿仔某诶问题、囡仔诶问题，即拢是信用所欲处理诶诶范围比较比较、哦、啊。哦，所以见安尼诶时阵一定爱有比、迄个比较较成熟吼，比较信用较了解人来教你。啊，你毋通家己都毋知学别教，阿咧教会乱去嘛吼。所以初代教会因为有即个需要，所以即会讲，伫教会咱来设立规位。 即是贵嘅人未歹，即贵个长老有够资格吼。所以咱设立因来做长老，意思讲恁有够资格，通好来照顾会员。结果咱即马变安尼呢？即马我看有的教会长老真好啦，啊有的教会长老吼，煞变做一种敢若立法委员啦，啊是讲变做即个民意代表安尼啦。我长老呢？诶、欸、我长老呢？变做一种权利啦吼，安尼实在是毋对起 丢了是一种责任，毋、嗯、是一种地位，毋、嗯、是一种特权啦，所以我讲安尼你著知影，足者教会咱的传统吼，已经离开圣经去啊，已经无照圣经去啊。如果呐，笼中照圣经来讲，丢了是上个谦卑啦，丢了著是咧服务教会啦，专门出来毋是咧出鸡喙叫人做嘅，毋是哦、喔。 张罗是咧服务逐家，替逐家解决问题，所以呢，即款人当然爱受逐家尊敬。那么即款的人，伊仔某感情爱好，啊，无你咧感情若歹吼，去调解别人冤家，来煞说仔某家己冤家，啊，真咧这袂使。啊，所以要做张罗吼，是足困难诶代志。哦，毋是讲叫你做张罗变成个正猴，毋是安尼，是因为一定人有需要有一个人来甲你引错。 是即定人内底需要有一个人哦，来甲因照顾。你像咧饲羊安尼啦，羊妹妹慢慢仔饲饲到大汉，即、這个叫做张啊。结果随着历史嘅改变，慢慢慢慢，活变阶级啊！所以落尾历史上慢慢慢慢讲啊，咱一百个内底还有几个张乐啊，做幾个技术再来做张乐啊，才安怎安怎麼？哦，咱家己加添足者足者圣经内无圣经内底无规矩啊！ 作这啦，那侬讲天路啊。即安尼实在是毋对啦，哦。所以我想咱毋免讲我要做张路啦，迄种想法是毋对呢。你要做张路，敢若讲我当选，当选你就选我安尼吼，即、哦這个毋对。所以当教会内底用一个选举的制度，要来选张路的时，阵，我想即个真容易产生问题，哦，真容易。 因为你用咧选票，时候变成讲有啥物人支持我，这变做一种政治去啊！哦，所以咱毋茫讲，咱对待教会张罗吼，毋通甲伊当做一个特权，毋通用即种态度咧看待咱的教会的张罗。咱来看待张罗，是怎样讲，伊是为着教会，伊是佫较有贴心，伊是付出佫较侪时间，付出佫较侪代价，爱佫较愿意来做，吼、哦，有即个责任感。 伊愿意来承担，伊愿意来付出，吼、哦，安尼咱逐个尊敬伊，安尼逐个吼愿意来接受伊的带领。安尼叫做张乐，吼、哦，所以绝对毋是讲哦，伫教会真久个时间啊，食个足济岁啊，喙手长长啊，张乐张乐张乐，毋是安尼啦，啊，所以咱每一个人吼、哦，爱登来圣经来看，原本上帝设立中伫教会内底有一个张乐。 伊是要因带即点人，互即点人的信用会当中大，啊，信用中大毋是教会大经哦，信用中大就是咱会当来服务社会，咱来服务即个世界，即、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啊。所以当咱开始有即个观念，当咱开始会明白，咱毋是为着一个组织叫做基督教，啊，唔、嗯、望、嗯、基督教的人数增加，基督教的比例增加。 行迄个路线拢真危险啦！行迄个路线較，到尾也行，行较久，拢转转成较偏僻啊！哦，人数增加是上帝诶代志啊！上帝要拣选啥物人做信徒，迄是上帝诶代志，毋是用咱人诶想法咧做业绩咧，靠人来入会安尼毋是啊咧，毋、哦、是变做面粉教去食教哦！你来教会要得到啥物好处哦？你来参加布道会，我送你啥物礼物？即拢总是毋对，最近。 完全非常严重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教会有好的长老，伊就会甲你讲，什么会使做，什么袂使做。所以，要做长老吼，对真理呢，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咱其他人吼，咱即码有了解圣经安怎写了吼，咱会为你要教会来祈祷。吼。我们教会长老是上较谦卑的人，上较有听心的人。 啊，教会长老吼，也是家庭幸福的人吼，毋、哦、是咱厝个囡仔拢毋听我个话，我来管别人个囡仔，因为我是长老，我个囡仔毋听我个，我管汝个囡仔，安尼当著笑开啊嘞吼、哦。所以要做长老，毋通当做一个特权。做长老是上帝毋望咱即点人内底爱有一个好的领袖来带领，吼、哦，这个叫做长老。所以长老毋是一个制度，嘛毋是一种组织。 是这种诶责任感，所以用张罗嘅主耶稣来勉励咱所为信徒，毋是讲咱张罗安尼了。你讲我嘛，较早讲无做张罗，吼，我若做张罗，压、哦、力就诚大，迄毋是压力诶问题嘛，迄毋是讲我做未到，为着要做张罗，我调你个做较到，迄当然是压力啊。迄、那个张诶意思是讲，你若对上帝有了解，哦，你诶信仰已经有到即落天大啊，啊，你自然当做张罗。 你若讲你有大棍刀无？有即种啊，用伊一大吼。你讲我乌大，乌、哦、代表你真厉害。你袂当讲，哎哟，我下一个乌大，吼、哦。我压力好大、哦，我迄代呢，我、哦、压力足大诶呢。你讲你打好笑啊！你要下乌大是你能力有够遐，程度有够遐，人家甲你下腰大嘛。吼、哦，所以你若讲下即个腰大压力真大，你乃有种想法嘞。你程度够遐，你自然你就会下迄个腰大。 哦、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若有其实慢慢，你的灵命愈来愈成熟，哦，你的个性愈来愈进步，愈来愈长大，哦，你自然啊到会当做长老的时阵，你就自然会变做长老、哦。所以长老毋是叫大家拜托投我一票，投我,我一票。啊，我要做长老，拜托了。我唔要做个长老，我要做起来，毋是安尼啦。哦，所以长老毋是一个职位啦，吼、哦，毋是。简单讲，长老是一个人。 伊诶个性，伊诶人际关系，伊诶家庭，伊诶信用各方面诶条件，拢达到一个比较，互逐个当尊敬诶程度诶时阵，逐个愿意听伊诶话，愿意来跟随伊，对教会带领，安尼迄个叫做定位哦，所以安尼讲诶时阵哦，我想互你较袂安尼乱啦，心内较袂有等下，因为我嘛有听过，互教会张罗骗钱嘛有啊。啊，阮我难呢，你不要难过，因为迄种张罗已经变做制度啊。 迄种张罗已经不是圣经内底所讲的张罗啊，哦，就互你了解的时吼，你心吼比较，较比为著教会内底有一寡代志的时吼，互你咧看甲想过更开心啦，吼，一切照圣经得波代志，后一集给吸收看，多下。